国柱，国柱，你干啥呢？神叨叨的，开会呢？你瞅个肠干啥？那城里有岳东仔啊。可能还真有。我习惯用自己身边的东西去记指纹的形状，我觉得这个大列巴和这个红肠的褶皱就很像岳东仔的指纹。你看，你看这个，像斜右上方。大列巴和红肠，搞技术的思路挺别致啊，这玩意儿能像吗？真的像，你仔细看看，你看这个弧度。怎么着？后边外勤帮我们一起出啊？我手续已经下来了，正式加入了专案组。下来了？行啊。 那今儿正好，我就给你上上外勤第一课。第一点，不能像这样似的，太紧绷，太僵硬。活动起来，你看那小舞步跟上，哎，跳，知不知道？应该怎么样？喝酒，跳舞，你看人跳多好。你看这感觉，行，我喝酒，你跳舞。 外勤任务第二课啊，出任务不喝酒。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我刚才上厕所灌了自来水。净化自来水不光是沉淀过滤，还有二氧化氯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要叫我喝一会儿，学习学习，融入啊。我跟人唠会儿去。巴蒂亚那个，他消息多。 把刀放下！出来！再过来我弄死他！娘娘，往后退，退！再不退我弄死一个！你把他放了，我不追你！啊！你往后退，退！